要是能等到那一次完美绽放。小小，妈妈说不到长城非好汉。乔阿姨。阿姨。乖。那你来这儿干嘛呀？哦，我在这儿拍戏。拍戏？嗯，我重回优传媒了，现在也兼职做导演。啊，导演。做导演很累吧？不累。不累。我想我妈妈了，妈妈还等着我们呢。嗯，那你们先回去吧。啊，那下次见。拜拜。跟阿姨说拜拜。拜拜。走了。你终于回来了，差不多走吧。刚来就走啊？我刚才听管理员说绕一圈要三个多小时，一会儿就要工作了，来不及了。妈妈，我也想去。来，找妈妈。去，找妈妈吧。哎呀。妈妈，舅舅遇到一个漂亮姐姐，让我管她叫阿姨。是吗？小老师。我想跟你解释一下，那孩子不是我的，是我姐的，我表姐的。还有你上次叫我去吃饭，我特别想去，真的。但是我感觉我没有变成更好的自己。我今天见到你也特别的高兴。我也不知道我想说什么，就是我特别想你。他梦想着能跨过万里海洋，可能还经不住一点点风浪，努力在黑暗中找寻一点光亮，可还没找到就已累倒在沙滩上。他计划着拯救后的疯狂，可以笑着将他们的祝福欣赏，可刚迈出一步就将失落品尝，何时能等到那一次完美绽放。那个女孩挣扎在这世上，也许彷徨，也许前方一片茫